28岁杨颖与41岁林心如尴尬撞衫，霍建华笑了，黄晓明却哭了。提及明星对他们的观点，就是如今很美丽，可下一秒就像丑女。另有就是女生最倾慕的胖瘦自若，就拿许多女星生完孩子照旧光荣夺人。如今杨颖28岁，林心如41岁，两团体相差13岁。两位女神固然年齿上有些差异，但她们的产子日期却十分靠近，仅相差11天。如今两位女星都已晋级为奶妈了。杨颖如今以模特的身份出道娱乐界，精美的五官出众的表面给人一种完满的没有死角的以为，是那种第一眼就忘不了的美男。杨颖这件蓝色斑纹上衣搭配短裙，干净利落的低马尾，复杂又不失美艳，全体气质出格好。林心如由于出演还珠格格中紫薇而备受存眷，微胖的脸型和大大的眼睛十分减龄，同样是这件蓝色斑纹上衣搭配玄色短裙，中分低马尾给人的以为特此来咄咄逼人。杨颖本来身体很好，当妈妈后更是分发着母性的光芒，前两天还代表演员承受央视焦点访谈的采访，而林心如固然已40多了，可是照旧的很美丽，光阴沉淀的沉稳，素净严厉另有风姿，比 baby 更胜一筹。同是穿玄色镂空透视网纱蕾丝裙，杨颖看起来活泼心爱，林心如穿出了气质感。妆容对气质影响也十分大，林心如淡妆，杨颖妆容比你分明，大红唇很显眼。杨颖和林心如都挑选的这类蓝色绸缎版号衣，有着雍容华贵的意味。 Baby 的深 V 号衣性感十足，束腰设想将 Baby 的曼妙身姿展示得极尽描摹。林心如的长款号衣十分修身，将她的小巧有致的身体完满地润饰出来。同样是白色时装，杨颖白色绣花的时装，鲜红的唇色全体看起来十分惊艳，林心如同样是白色时装，浓艳的妆容显得十分豪气。同款衣服穿戴看起来各有所长，两团体相差13岁，经历对人的气质改动是很大的。杨颖到了林心如的年岁穿衣服会是什么样的呢？你们以为 baby 和林心如谁更美呢？